来瞧一瞧，看一看本店新品的，本店新品，好吃不贵啊！来看一下本店新品的好吃不贵啊，了解一下。发了一个上午，一客人都没有。那我们这样子，本店新品的好吃不贵啊！喂，是假油吧？哎，看什么看？还不进去？哎，那你还跑？你就这样给我干活的啊？哎，说生意哪里像你这样子的啊？我这不是想做点生意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对不起啊，小孩子不懂事，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强迫买卖的，好吧，请自便。下午看来挺不错的，要不我们谈一下。好，来，那你楼上坐，好吧，楼上坐，楼上坐啊！你赶紧过去啊，给我烧水。啊，甲鱼抓过来没有？走啊，来啊！哇，这么大，小心一点，万一给他咬到你怎么办？那个兄弟，兄弟，好，你看我杀甲鱼，跟着这个纹路走，你看一下就开了。看见没有？好，油这个时候只能去掉大部分，但真正要超过水以后，再给它去掉它。你可以生炒，整个拿来焯水。你看，这下还会动，看见没有？你看它咬住了，你看，咬的很大。你给它砍出来。这个你看它的肾，这胆汁其实可以撕下去的，它可以起到去腥的效果。再拌一下。今天我们用猪尾巴炖这个甲鱼，要大补啊！哎，一样焯水，来就好，开了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的油你看它凝结在一起了，这个时候随便拉都拉得掉、哦、对不对？拉得下来它又可以去腥、啊、因为这种战甲甲鱼必须得要经过两遍的焯水，但是不能焯老了。哎，开水再焯，这个去腥效果就非常好。这个油要给它搞干净了。焯甲鱼来，猪尾巴给它拼一下，把那个腥味炒出来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加水了。再烧开，来一点底味，盐，小块冰糖。OK， 哎呀，稳火，然后就下锅。来，先下甲鱼，这个时候加料。八角、白芷、桂皮、桂叶，还有花椒，煸炒，香味煸出来，盖上去。好，这个时候香味已经出来了，现在加入冰糖。冰糖一个是润色，一个增甜、增鲜。加油，烧的。加足来，一次性给它焖烂。好，这么好，应该肯定的。好，慢慢给它煨。来了，这个时候你看它的汤汁，炒吧。这道菜给它煮点辣，来，本地的红辣椒。看，马上给你煮锅。好，让它收汁。我们这边加一个东西下去。看点这个混皮，混皮下去，煲它十五分钟，盖住。OK， 这个汤汁你看，大蒜，来起锅。来哟，来，胡椒粉来一点，哎，好，盛出来。盖起来上菜。好嘞，甲鱼很不错啊。还可以。哎，买单。今天的事啊，真不好意思，这顿呢、啊、他请了。啊，师傅，你自己说不能强迫消费的，我可没强迫你消费啊。再说了，人家都叫你兄弟了，那兄弟你请常客不是正常吗？哦，也是啊，那算我的，算我的。嘿嘿，那就对了嘛。